娘，今晚我就成亲，你无路可走，大不了我一死了之。你舍得死吗？三叔，求您给我留条活路吧。你跟着老祖高升武艺随你挑选。但我不愿意。谁让你生在轩辕家？嫂子，你可知道我大哥去哪儿了？ 他去哪儿与我何干？这些年啊，让你跟着大哥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的这份心思，嫂子应该知道。三叔，你，我那书呆子大哥哪懂得女人的心思？人心一生寂寞，我说他对吧？嫂子，放手。大人的事儿你别管。放开我娘。 世子，轩辕家门客众多，既然要上山，要不要把凤子营带上？我游览辉山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还要退路。要是把凤子营带上，性质就不同了。那怎么不让小王爷跟着？真动起手来，怕他收不住。明峨眉，你觉得要踏平这座山，需要多少人？已经足够了。 长幼尊卑，以后可得记住了。嫂子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你想清楚后果。老祖宗传话，明日起轩辕家主的位置就正式托付给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不用在乎后果。走。这时候走，还有什么资格管你叫娘？ 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打折你的手脚，亲自把你送到老祖宗房里。